现在马上就11点半了，大神应该已经在来清他的路上了吧？他现在也会像我一样紧张吗？ 哎，肖奈，那个站在柳树下的人，是肖奈吗？ 肖奈，他怎么会在这里？看样子，他也在等人。谁这么有面子，居然让肖大神这么等？怎么有种眼熟的感觉？肯定是错觉。他干嘛一直看着我？ 难道肖大神知道我是计算机系的，所以朝我多看了两眼？嗯，这个想法比较合理。那要不要跟他打个招呼呢？毕竟是同一个系的师兄，可这样做会不会被当成搭讪啊？ 肖师兄，好巧啊！这么沉不住气，直接走过去就好了，打什么招呼啊？现在被冷冻了吧？不巧，我在等你。 细高跟凉鞋，否则我现在肯定已经被吓得连鞋跟都踩断了吧？奈何肖奈，肖奈奈何，奈何肖奈，肖奈奈何，这奈何怎么会是肖奈呢？